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只 Topgolf。Topgolf 这一两天呢，都是在这个筹码峰 POC 上面正在盘整住，他也没有能力站上去这个筹码峰主力线的这条紫色线，就是在紫色线跟这个 POC 区间就盘整，就是0.81到0.84，叮叮咚咚。收盘价是0.83，都是在等方向都是这个样子啦。现在呢，就什么东西都不要做，就看罢了，看一下它会不会继续往上冲，突破这个蓝色线，也就是0.895，或者是说跌破这个前低，继续往下掉啊，这个不知道。这个时候呢，就继续观察吧，什么东西都不要做呀。就冷一冷先，看一下什么时候要进场出场。所以有时候冷呢，也是技术分析的一种呀，要看罢了。当然，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，并没有任何的买卖意见，谢谢大家。